这个是那个盗版的 Air Force， 然后这是上一双盗版 Air Force， 反正穿了都会破掉，那就是买天价。鲑鱼真的是浪费超级夸张，不只是上面的生鱼片，我真的是极度讨厌这种浪费事情。我们不以最低消费额作为客家标准，而是以 CP 值作为客家标准。天井，我想变一个魔术给你看。好啊。你现在对着镜头吹一口气，来。Okay. 慢慢的把这100块揉揉。欢迎收看波波接地气。你是挥金如土的败家子吗？还是省到没朋友的守财奴？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到底有多少抠门的行为吧。走吧。请问你是客家人吗？哎，对，我是客家人，但是我不会客家话。都快失传了，你还不学？对啊，学习成本很高，学了又没用，在乎成本方面。也是，学英文都那么累了，我在学一个那么少的。讲话真客气。哎，我是，不是，今天找的都是客家人啊。讲三角函数的客家话。三角函数。哦。三个喊师，房租大概一个月多少钱？3200。太便宜了吧？好贵，该来南部了。我高雄发大财，哈，高雄发大财。生活开销一个月大概会花到多少钱？3000块就够了吧？你这个总开销在台北连租房子都不够那你衣橱里面有几件衣服？有大量的 T 恤，后面有 Jordan 那种。你是怎么每个颜色买一件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只有白色、灰色、黑色，因为这三个颜色最好搭。比如说，我有这件衬衫，三种颜色的 T 恤，两条裤子，这样我就是3×2。那你要全部都搭得齐，才超会搭。我姐都会骂我，因为我都会去 Seven， 然后拿一个酱油包。台北的酱油膏都是咸的。是咸的，可是我又很喜欢吃甜的，然后只有 Seven 有，真的拿到，你知道店员哦，他说，你是不是很喜欢啊？不然我这里有一包给你，可以吗？怎么那么好啊？那他给我，我也没有全拿，因为我觉得我够用就好，我就拿一个20包，全都要。那身为一个客家人，你打游戏会氪金吗？不会，从不氪金，但是如果有那个30块送英雄的。我们不以最低消费额作为客家标准，而是以 CP 值作为客家标准。氪金。家人还有没有什么很奇妙的节省的习惯？我们从小不太能吹冷气，而且吹着一直吹一个小时，而且要他判定真的很热才可以吹。但是我爸是男生啊，他就穿一条内裤在那边，他完全不怕热。我说我们家到现在都还是看那种后型的电视机。我们家原本有2台那种后型电视，有一台已经是我妈的嫁妆，然后现在已经坏掉。嫁妆继续看，它没有画面，我爸就去拍一拍。然后就有画面。我们家的液晶电视，因为左边有一条小小的线，很细的线，然后我看了一直很不爽，我直接把它丢掉了。No God, please no. 我觉得我现在花过最多的奢侈品在 Zara， 因为它只要有新品，我就会去看，折扣下来，我就会一次把它买下来。真假的？我以前很胖，我以前超胖，然后我那时候吃到58公斤，我从 L 号现在传到 S 号，就很多衣服就是过大件，然后就是可能就穿不下，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说，那我干脆丢掉。然后我妈就觉得说，那你这个行为就是在浪费。你就是那种潜力股啊，以前跟那个男生告白然后他拒绝你，然后现在看到你就整个大后悔。你有之前的照片可以提供吗？什么是你没有办法忍受的铺张浪费的行为？讲个前阵子非常红那个鲑鱼，对，鲑鱼真的是浪费超级夸张，点了一堆寿司，然后只吃上面的生鱼片，然后饭都没了，那个真的超夸张，我真的是极度讨厌这种浪费食物。浪费食物会下地狱。那你有几双鞋子？鞋子其实没有很少，但是都很便宜。我平常穿的当家界的。我看，来转出来秀一下。这是雨鞋。
哦，所以你鞋子功能性非常的功能性，对，只有功能性，这个是那个盗版的 Air Force， 然后这是上一双盗版 Air Force， 这个也80块人民币。请问你有正版的一双运动鞋吗？反正穿了都会破掉，那就是买便宜的、啊，这个比较贵，200出头人民币。哦，那就1000块。So stay Converse 吗？当然不是 Converse， 是淘宝。假的，淘宝你买到快1000，那你就那有点贵哦。Converse 就好了、啊。可是这个比较屌啊！我看不出它哪里屌。它有拉链啊，它侧边有那个拉链，炫炮拉链。这个小拉链，以 CP 值作为客家标准。手按500。OK， 好，可以了，你可以关起来了。淘宝拖鞋。淘宝拖鞋，淘宝小桌桌，对啊，他家的一切应该都是淘宝的。这两个一样，最低消费额作为客。你现在有女朋友吗？我现在没有，他刚刚说没有女朋友，怎么可能有？应该不会有男生来这边，然后说有女朋友转。不错，我喜欢你的心态。那你们在一起吧。是我家的电灯是有3颗灯泡的，然后我如果就是不小心开到3颗或者2颗，它就会进来开开开开开开，因为那个是要开关切完，它开到这一颗，一定要切到1颗，然后我就觉得就不够亮啊，我会开到那个就是因为我觉得不够亮，所以我要那样，然后每次都被关到1颗，超不爽。然后冷气就是我已经算是很不怕热，就我大概27我就觉得很舒服了，他们会进来开到28，28开一开就不要开，他们就觉得稍微有凉就好了。我都开22，我真的都开这个。有一个粉丝投稿说，以前读书的时候没钱，然后但很想抽烟，所以他会在就是差不多的时候就从窗户对吸烟区的同学就说什么，那个班花找你这样子。然后那个人就会，他就赶快放那边，对对，放上去，然后他就过去抽穷烟。就是假如你要出门个1个小时左右，你会把冷气关掉吗？我不会，说不定你这样开关的电费还比较高啊。逻辑上是没有错，如果是变频冷气的话，对对对。那这集的冷气业配。